大家好，我是小陈小明。最近有一段对话是马伟和马凯硕之间的。马伟是被美国人作为一个中国专家，马凯硕大家比较熟悉的是前新加坡外交官，他曾经在联合国做过新加坡驻联合国大使，他还曾经做过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会长，那么所以是属于非常资深的外交外交官。马伟呢，他作为一个所谓的中国专家，我说他所谓的是，因为我觉得他其实不是特别了解中国。 但他确确实呢，花了很多年在学习中国吧，在研究中国。他现在在这个一个智库里面，这个智库叫 Asian Society 亚洲社区、亚洲社团等等吧，就在这么一个智库里，他负责中国方面的问题，研究这方面的问题。那么这次这个活动也是由这个智库来主持的，就把他们两个人叫在一起，然后还有一个主持人啊、呃，就聊关于中美之间的事情。他、那、的、个、题目英文叫做 The United States, China, and the Future of the Global Order。 美国、中国和今后的世界秩序，你听他这个名字哈、啊，世界秩序，我就觉得这名字就给人感觉这个秩序好像就应该有是谁是老大谁是老二的意思吧？<laughs> 我觉得，我觉得中国人看起来世界秩序就是大家都是平等的，互相呃帮衬，互相做生意，对不对？和平相处，这就叫在在我看来就是世界秩序。但是你不觉得他这个 order 对吧？在英文里头就给人感觉这里头是有排队的意思嘛？啊，甭去管他了。这个谈话呢，他为什么这么引人注目？ 原因是它其实非常典型的，呃，表现出来中美之间的这个问题。中美之间的问题，事实上就是你看从他，从它的我刚才说了这个 order 的问题，这个排名次的这个问题哈、啊。美国总的来讲就是不愿意被人取代。虽然中国说了很多次，我并不想取代你，你要想做老大你就做老大吧。所以老大不仅仅说是经济上的，那中国当然经济上是迟早要超过美国的，但是中国的意思我不想做老大，就是我不想去管那么多别世界上的事情。你想管你就管吧。 对不对？你只要有能力管，你去管吧。你自己最后没有能力管，那是你的事情，对吧？我反正没有这个想法，是想要取代你做黑社会的老大。<laughs> 在我看来，中国是这个意思。但是美国人的看法呢？他的这个世界观是不一样的。他不认为这个世界是应该是人和人和,人和平等，国家与国家之间不管大小就一块做生意，大家一块致富，人类命运共同体。他不相信这种概念啊。你从他这些对话里头啊，你可以看得很明确的。 马尾的对于中国敌意，你看得出来啊？就是说他不了解中国，他不了解中国的原因是他不相信中国的崛起是和平，是会和平的，是会对大家都有好处，对美国也有好处的，互相是可以互益的，是共赢的。他不太相信这一点。咱们看一下哈，你就从一开始哈，他那个马凯说他就说了一段，就是等于开场白，他就说了一下他认为中美之间哈应该是怎么能够互相相处，他的观察等等，就他没有说特别带有。 偏向于某方的这种口气，但是马上这个马尾一进来就说啊，你看中国他对于这个地方也挑衅了，什么挑衅台湾了哎呀，什么东南亚他也挑衅了，南海了，什么一大通一大通。马尾上来他就是非常具有挑衅性的问问题，他自己就没有开场白，连那个马凯硕都觉得挺好笑的。但是这个不去管他，马凯硕是这么来回答他的，我们来看一下。There are at the end of the day six hundred and sixty million. People living in Southeast Asia, there's about double the population of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this region of the world I want to emphasize is the most diverse region of planet Earth. Out of six hundred sixty million people, two hundred fifty million are Muslims, one hundred fifty million are Christian, one hundred fifty million are Buddhists, Mahayana Buddhist, Hinayana Buddhists, Taoists, Confucianists, Hindus, and as I told you, we have lots of Communists also in Southeast Asia. If there was one region on planet Earth that should be destined for war and conflict, and the British described it as the Balkans of Asia, that was Southeast Asia. Now, can you please ask yourself a simple question: Why have there been no major wars in Southeast Asia since '79? That's 44, 45 years. There is a hidden genius. In Southeast Asia, in ASEAN, we know how to manage geopolitics. We know how to adjust, adapt, be flexible. We know how to maintain good tie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we do. When President Biden invites the 10 ASEAN leaders, they come, right? And when President Xi invites the 10 ASEAN leaders, they go. And when Prime Minister Albanese of Australia invites 10 ASEAN leaders, they go. So, if you want to learn, if you want to enter a world in which different cultures and civilizations want to learn how to live in peace with each other and can live in peace with each other, come to ASEAN, come to Southeast Asia. Please don't be condescending towards this region. This region has accomplished some remarkable things that the whole world can take lessons from. And lesson number one: learn from us how to avoid wars. Applause. Ma Kai said, "He is a diplomat, so he is generally in diplomatic terms, in a polite manner. If I were him, I would immediately tell him, 'What did China do to provoke us?'" 对吧？这个九条线的这个是老早就定下来的。这个九条线定下来的时候，这些国家都还不存在的，他们都还是殖民地的。当时存在的那些国家对这个没意见呀，对不对？你不能说你我自己画好的这个边界，你随随便便就想来改，那你就是就是就比如说邻里之间，对吧？我们本来这个房子卖之前，它它是有好有画好的界限的，结果来了一个新的人家说我不认你这个界限，这是不可以的呀。我如果是我的话，我肯定会这么说他。但是你看。 这个马凯硕说的说非常的有技巧，他是怎么说的？他就说我们东南亚国家有这么多的人口，这么多的不同的宗教信仰等等等等。虽然是如此，但是你看我们四十几年也没有发生重大的战争。这里头要说一下哈，他之所以是说重大的战争，原因是说，比如说像缅甸还是有一定的呃内部的不稳定吧，尤其是一些边界上等等啊，所以你也不能说它是完全是很和平的。 但是确实没有重大的冲突，这是没有错的。那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这块地区都被英国人说是亚洲的巴尔干地区，也就是说这块应该是火药桶，应该是天天有事儿，天天闹，天天有人打。但是没有，我们保持了和平，对吧？大总体总体来讲是保持了和平。那那那你们应该来向我们学习。他实际上想跟马伟说的是什么呢？你少来管我们的事情，我们自己之间能够处理好这个关系，包括跟中国之间的关系，他是这个意思。 但是他说的比较含蓄，但他不像我这么直截了当，就说你,你少来管。<laughs> 这他他说的这一段，我觉得说的挺好的，挺有意思的。下一段呢，就是呃，我觉得是特别重要的一段，你就能够看出从这个马尾的这个问题和后面马凯说的这个回答，咱们先看看他是怎么说的。And I will remind you, after the Beijing massacre, what did President Bush do? Who was at the initial, uh, you know, before we had an embassy, he was in Beijing representing the United States. He sent Brent Scowcroft to see Deng Xiaoping secretly. Didn't even tell Ambassador Jim Lilly that they were going. The transcript of that meeting is very telling because what it shows us was Scowcroft really got berated by Deng Xiaoping, who actually, actually I think is quite a hero. I, I don't want to malign him, uh, but only to say that. Deng saw the demonstrations as caused by the United States and was very abusive to Scowcroft, who was saying, Please remember, President Bush thinks of China, uh, the China relationship is important, wants to continue it. I, I raise that only to say that I think the United States has gone the distance to try to find a way to do exactly what you propose, Kishore, which is to accept. Maybe not completely, but to get along, work it out, see if the future can't hold a, a better future, a more congruent future. And I think what we see, if I may just quickly jump to the end here and then stop, is that in a certain sense, if I read this correctly, I think Xi Jinping has brought engagement to an end, sadly and tragically, both for us, for you, and for China. And I ask you why. How do you explain it? And that changes the game completely. So,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about it? What am I going to do about it? What are we going to do about it? What's the right response now that we don't have an operating system for any kind of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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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as Hamid said, we're compassless? What's the answer? You tell me. The reality is that China frankly, has already emerged as a great power. i, I don't buy the, the conventional wisdom in the anglo-saxon media, which is, by the way, always wrong on china. in 1990, when the economist first predicted the coming collapse of the chinese economy, in 1990, the chinese gnp was $360 billion. A few months ago, The economists again came out with a story saying Chinese economy is going. The Chinese economic growth is over. but then, it had grown to 18 trillion. It had grown 50 times after 30 years of predictions of the coming collapse of China. Why do I emphasize that? China's rise is unstoppable, and is not driven by you or by me. It's driven by 1.4 billion. Chinese people. And I'm sure you read the column by Martin Wolf in the Financial Times last week, in which he said if 1.4 billion Chinese people decide to become prosperous, nothing can stop them. And the Chinese people have this great desire to do as well as the rest of the world. And so they have China, by the way, China's economy has serious, serious, serious problems. Uh, property bubble, demographic challenges, uh, uh, lack of investor confidence. These are all real issues. But at the end of the day, what we have learned is that if there's one set of policymakers that seem to know how to fix their problems gradually, it is uh, China. Now, if you, if you want me to answer your question directly, uh, Orville. About uh, President Xi Jinping. I want you to know that, again, I want to go back to my point about 193 countries in the world. Almost no other country in the world passes judgment on the quality of the leader that they are dealing with. They accept the fact that he is the leader and we have to deal with him, good, bad. Friendly, unfriendly. And frankly, I want to tell you this, if you don't mind, very directly. If you did a poll of 193 leaders and asked them in 2017, 2018, would you rather deal with President Xi Jinping or would you rather deal with President Donald Trump? But tell you, 193 countries would vote in favor of Xi Jinping. I'm serious. So, when you emphasize that, oh, it's a leader that's a problem, it's not the problem. You have to deal with a country. And I can tell you this, you know, since I've spoken to many people, especially in third world countries, who have dealt with President Xi they don't share your vision of president xi. they see him as a sane, sober, rational, predictable leader who is advancing china's interests quite effectively. i mean, at the end of the day, you look at where china was when he took power, 2014, where china is 2024. Come a long way. 马伟他这里头提到的，就是他说习近平就停止了跟美国的接触，他应该指的是佩洛西窜访了台湾以后，呃，中国政府就停止了跟美国的高层接触。当然，一方面呢，这个现在在慢慢慢慢在恢复，但是他那个意思哈，美国人一般说起来，你需要跟我们进行高层接触的意思，实际上不是说就是接触，接触是在接触呀。前两天习近平和拜登不是还在打电话吗？他的意思，事实上。 我给你翻译，就是说他为什么这么不听话？事实上是这个意思，他不是说一般的接触，他是想说怎么我们想让你干的事你都不干，这个叫做 engagement，美国人叫做 engagement，他这个 engagement 不是一个平等的你和我之间的这种接触，而是说我给你提的要求你怎么就不答应我，你怎么理也不理我啊？他其实指的是这个，这个就是非常典型的美国现在对中国呢就是有点不知道该拿你怎么办，他很生气。 但是呢，你不理他，对吧？像他提出来的很多要求，中国就算了，对吧？我跟你好好商量商量商量不出所以然的就算了，我干我的了。这个呢，让美国很烦，他很受不了这一点，所以他就一天到晚的制裁了，然后天天派人来了，这不现在耶伦，然后马上布林肯又要来了吗？前两天布登拜登刚打完电话，这这就说明他的那种焦躁焦虑。你看那个马尾的那个他他的肢体语言，你也感觉得出来，这就是那种焦躁。 焦虑，你看得出来，他非常的能够体现出美国政府现在的这种状态，呃，所以我觉得这段对话有意思就在这儿。而马硕凯的回答呢是非常呃艺术的。第一呢，我想先解释一下他为什么说习近平跟川普相比，我觉得他还是想把拜登排除在外，他不想直接说现在全世界的人其实都喜欢更喜欢习近平而不喜欢拜登。他后面还说了一句说全世界的人也是希望觉得拜登好像能够呃更。 更加理智一些。其实我觉得全世界的人不这么认为，但是呢，我是觉得他作为一个外交官哈、啊，他还是不想让现任的总统太丢脸啊，所以他就把川普拿出来。反正美国人自己也觉得川普是个大大咧咧、不可预测的这么一个人吧，他所以就用习近平跟川普做对比，这是我的理解。他为什么拿川普出来而不说拜登？同样的，他那个回答也是，如果是我的话，我肯定会说，之所以中国不跟你接触了，是因为你派洛西窜访台湾。 在这之前，中国政府一再的跟你警告，你不能这么做，这样会伤害两个国家的关系。你听也不听，对吧？他就去了，那中国当然就要报复了。我会是这么回答，但是你看他是怎么说的？他是说我们全世界多数人在百分之八十八的人，我们跟你们西方人的看法是不一样的。他这个意思就是说我我不同意你这种看法，我觉得你说的不对。不同意不就是说我觉得你说的不对吗？但是他不会用这种词。 对吧？所以我就说，他说作为一个外交官、啊，哈，说的是很客气的，但是呢，是很到位的。他对习近平的这个评价呢，我是觉得很值得在在这儿稍微突出一下。他是这么说的：，他他的英文他说，其世界其他的这个百分之八十八的人是认为是，呃，习近平是一个 assane sober rational predictable leader who is advancing China's interest quite effectively。翻译过来就是，世界上多数人认为习近平是一个理智清醒。 讲理和可预测的领导，他在有力的推进中国的利益。我觉得他这一这一段就是总结的特别好，就是他对习近平总结也是世界上多数人，包括其实在西方的很多普通老百姓也是这么看的。你如果到网上去 X 啊，什么 TikTok 上面经常会放出一些网易啊、习近平啊他们接待外外国使者放出来的话，你去看那些评论，都对习近平的那个赞誉是很很高的啊，就是就是这么回事啊。 对吧？人家看得出来啊。虽然习近平不是一个特别会说啊，特特别会忽悠的这么一个人，但人家看得出来你做的事情嘛。所以他这个评论总结的，我觉得特别好。同样的，他也是很客气的跟他说，他没有说你你们自己不讲理，你们去窜访这个台湾，你们去怎么怎么样。他他没有指着鼻子去去一个一个的指出来美国的这些问题，就说割了是我，我会指出他的，我我会说你这个中美这个叫什么三个联合公报，你们一直在违反，你们怎么怎么。 那我我会这么说，可能我说的也没有错，但是这么做这么说吧，对他没有意义，他他不见得听得进去。可是如果告诉他世界上多数人啊，其实都跟你的想法都不一样，这个呢就等于是把我想说的这些东西全给说了，对不对？<laughs> 就是随便你怎么说吧，我我不同意你的看法，我不同意你说的这些东西啊，这就很简单的就等于把他这些全给否了啊。我觉得他的那个回答还是挺有意思的。最后有一点呢，很多人没有注意，但是我。 倒是特别注意了一下哈，就是说他提到八九六四以后，老布什派了他的国家安全主任叫 Brent Scowcroft，他派他到北京去秘密的去的，连当时的驻中国的大使都不知道。他的意思呢，就是说你看布什总统哈、啊，那个时候对中国还是很友好的，经历了那样的事情呢，他也马上就派人去跟中国联络，对吧？这个意思呢，就是说我们是愿意跟你接触，愿意去想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他想说的是这个，注意到吧，第一个他非要找到老布什的时期。 对不对？那时候冷战还没有完全结束呢，八九年的时候，冷战是九零年、九一年才结束的吧？所以那时候冷战还没结束，他是不敢得罪中国的，这是肯定的。他就举不出什么拜登的例子，举不出川普的例子，对吧？他都举不出来。他要走那么老远，那么早的时候，在冷战结束之前，拿这个例子来说明美国是愿意跟中国接触，愿意跟中国解一起解决问题的，就是说美国是有诚意的。这个是要那个时候老布什的时候的例子拿出来，这个其实挺说明问题的。 第二一点哈、啊，我觉得对我来讲特别重要的意义是什么呢？等于他承认了八九六四美美国人是在后面控操控的，因为你看他的说法哈、啊，他说这 s c o w c r a f t 呃老布什的安全顾问跑到北京去，邓小平当时就骂他，然后就说他这个你们美国在后头操纵什么什么。他当时他这个一段话里他没有说这个不是真的，他只是说这个 s c o w c r a f t 就老老实实就让邓小平骂，好像忍辱负重的意思。 邓小平骂他骂的不对吗？这歌谁不会骂的呀，对不对？你要推翻我呀，是不是你在支持这些学生在闹事情啊，把我的国家搞成这样子，我很生气，我骂你几句难道不对吗？我觉得这个细节挺有意思的，我挺想跟大家分享的。所以我觉得这一个段对话哈，我会把链接放在说明区啊，有兴趣的我可以去看一看，挺说明问题的啊。先聊到这里，谢谢大家。喜欢我的节目麻烦点赞、留言、转发、订阅，谢谢。